动。曼曼，好久不见啊。是啊，上次同学聚会就你和顾宇没来。你忙工作嘛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顾宇现在不但事业有成，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说你之前陪他吃了那么多苦。我这要弄了。我这结束了。再等等，等我赚了钱，再也不会让宝贝陪我吃苦了。说什么呢？人家多好啊，雨天也能看星星。王总，您放心，我们的软件绝对有保障。给你买了新的。我先去了。你们几个没有经验的学生，拿什么给我保障？滚滚滚！你没把我给你的零花钱拿去补贴那个穷小子吧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顾宇是我男朋友。好啦好啦，我给自己花的，买了新衣服、新鞋子、护肤品，行了吧？嗯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他人呢？还没回我。他们最近开饭那个软件出了点问题，最近可忙了。哎呀，今天不是说请我吃生日餐吗？咱们先吃嘛。还没嫁出去呢，胳膊肘就往外拐了。那。拿着，谢谢姐姐。脸能补救，青春浪费了可就回不了头了。穷人家的孩子真能白手起家混出头的，能有几个？别再傻傻的往火坑里跳了，你得为你自己想想。姐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喜欢顾宇，我愿意陪他奋斗。这样的话你会别再说了，我懂。哎，顾宇。顾宇，哎呀，你瞧我这张嘴，是不是一起把苦吃尽了的人都没法和对方一起等到甘来啊？不是说在奶茶店乖乖等我买东西回来吗？太无聊了嘛。顾宇，咱俩大学一个系的曼曼。所以要结婚的是你们两个，你们当年没有分手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没本事，你还愿意陪着我。就是爱你爱我愿意，我相信你。不去不离不在意，一起牵着手把苦吃尽了的人当然要一起等到甘来啊。